差不多该准备去片场了。崔省不都是安杰来吗？怎么你来了？他看你一直打电话不敢进来。哎，你就穿这个。啊。造型说最好不要太正式，会让人感觉距离感太强。正式。太正式的话，那你就穿那个。我看看。衬衫穿黑的吧，显稳重。外套就用浅色的好不好？你试试。于总，您在女员工面前从来都不知道避嫌的吗？我到办公室，我避什么嫌？ 宇浩，你别闹啊！晚半小时出发，来得及。大白天的你，太大声，我也没有听到了。 这两天你和张斌那边说是王毅给办的，是啊，免得因为那天炸锅的事，张斌那边会觉得王总不妥，以后难办事。你这是在给他台阶下呀？那好像不领情啊。不给这个情分，就连领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给了。 至少面上不会那么难看，而且他是你创业时就一起的元老了。如果真的相处不好的话，那我这个副总裁可不就是个财不配位的？你可以帮你妈妈收拾一下东西了。 我家对面那家下周搬走，到时候你妈可以搬过来住。你家对面要搬，那么巧？不可以啊！你那么心急想让我搬过来，你不接？我不接。什么心急？不急。于总，苏总吧。 对不起，打扰了。都怪你。他刚才说什么了？麻烦了。喂，你把密码改了。猜出新密码，你就可以拿到礼物。幼稚。 既不是你的生日，也不是我的生日。那你给点提示啊。你可以问问题。是纪念日吗？是。
次了。哎，你说的纪念日啊？是纪念日啊。我输了你表白的那天啊。那天确实还挺重要的。不止一个纪念日？友情提示一下，是两个纪念日的组合。哪有人把那个日子也定成纪念日的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不也记得挺清楚的吗？嗯？嗯，那我的礼物呢？礼物？起来吧，上班要迟到。我的公司我说了算。昨天廖翔帮我问我要礼物。喜欢吗？成对的。嗯。那我也帮你戴上。以后这个位置，只属于我。好。听说你一个多小时前就从公司出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回去拿了几件衣服。你这是在纠结明天要穿什么吗？就一个采访，臭美死的。明天穿这个。穿丢了扣子的衣服，不怕丢人啊？
给我缝上不就完了？我上哪儿给你找扣子去啊？你没有吗？没有啊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真的没有吗？我再回答你一遍，我没有。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那我早就发现你一直在身边。看不见了。说你这个扣子缝的是一天就会掉的是吗？我又不是裁缝专业的，而且你让我好好缝。你好，徐总好。于总，等会儿采访你就穿这身啊，扣子掉了会不会不合适呀？你来帮我缝。现在，在这儿。不然呢？没针线我怎么缝啊？去便利店买一个不就好了？那你脱下来。太麻烦了，直接在这缝。于总，这可是公司门口。公司门口怎么了？哪条法律规定公司门口不能缝扣子？安姐，我们去放行李。于浩，还说啊？可安姐该走了。我走啦，你赶紧抓紧时间去准备采访。我一想到杨振刁难你的嘴脸，我就不爽。那要不我今天不见杨振了，我放他鸽子，我给他难堪好不好？谁让他一直刁难我呢？可以啊，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，苏副总。回来我再帮你缝扣子。好啊。走啦。嗯。走啦。去吧。